大家不要聚集在一起，我们按照有序的做核酸，菜和药我今天肯定弄掉。好了，做的，我们可以明天做，你今天把我们物资解决掉。我们今天是外省市，抓住他了，哎，大爷，别那么吃了，我要做啥个？你那个，你还不走？干嘛？我们今天啊，你今天早上听到钟市长说了，全是要做，你怕你们头上的乌纱帽呀？是不是你们交了差了还会管我们的物资啊？你要是给你揍人了，把周围就赶上。为什么那边还有都有？然后开通永远什么169开通，跟我们451完全跟不上。就排到旁边街道。这个防疫物资，我刚才听了解下来，防疫物资他们始终没有到位。前期做的时候，志愿者都没有穿过，好像防护物资都没有穿过防护物资，对不？所以前期的一个防护的管理上面好像是有这个乱七八糟的，没有人管，完全没有人管。这位是我们的李产哥，从头至尾都是他在为我们服务。所有的志愿者，你们居委会不存在的，不是说居委会什么主任什么今天倒下了，昨天倒下了。从头到尾只在公告里面出了一个电话，永远打不通，永远没有人接。志愿这边联系你们的是谁？没有人联系，什么联系？我们这里都是靠志愿者来呀。什么联系了？永远没有，永远没有的。志愿者在搞。我们也扛了这么久，我夫人她也出来做了，对，我们家两个人全都出来做志愿者，对，我们现在真的是很累了，很累的，我们志愿者很累的，我们也保证尽量保证居民安静的待在家里，安稳的待在，所有吃的喝的能团的，我们有保障团队天天帮他们团，我们11个志愿者天天帮他们搬，对吧？很累的，举着椅子，我保证每天10个小时是站在这门口的，所有物资进来我都消杀了，确实很辛苦，确实很辛苦，你们不用就辛苦。不忙了呀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哎，你们两个人再来一个换他好了。哎，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啊，对吧？你们街道有一个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没有完成任务。哎，你们派一个人是来带他位置的，可以吗？这样这样，你给我收菜，你就家里已经就现在人没等。